好，翻到嚟第二節嘅百鬼夜吟啊！咁啊，阿 Y 總言之，量力而為，唔使緊張嘅。係啊，最緊要就工作順利。量力而為之中都盡力而為。你睇成個工作順利先啦。工作順利啊，祝你係啊。咁嚟到第二次嘅十大經典恐怖片啊，月尾啊，係啊，月尾啦，又到月尾啦，新系列嘅第二集啊，上一次開始嘅時候咧，就講咗大迷信啦。是的，我沒想過你說大迷信的東西，有個開闊性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神秘學的東西。是的，那今集呢，上個月講了。今集呢，講什麼呢？講什麼？開了歷史，即是電影。不是，你記住，這個是夏師傅的十大。是的，是夏師傅的。不要挑戰，不要挑戰。個理由很簡單，他就打開了絕不可以劇透的先例。嗯。因為跟住乜撚戲都話唔可以劇透啊，九唔撚搭八啦。同埋我從來覺得咧，劇透唔係問題，因為一出戲要拍成咁嬌樣，掉咁多錢落嚟，如果憑你一兩句説話就可以影響咗個故仔嘅，咁你本身出戲都好屎，好睇嘅有限。係啦，因為我近時有啲戲，講真，唔好話睇戲啊、漫畫啊各樣嗰啲。屌，我重重複複係好睇嘅，我重重複複都會睇啦。即係等於你啊 ，Wing， 你都會二刷三刷入樽啦。就算係睇緊漫畫嘅時候，係睇由第一期睇到尾，再翻翻轉頭第一期再睇到尾，係咁 loop 住睇㗎嘛。loop 住睇啦。唔係，即係開咗個頭就停唔到嘅。係啊，我嗰時講我《龍珠》1至42期嘅單行本。他去到打完布歐之後，拉屎個畫面是莊子拿住個龍珠雷達，然之後遇上悟空，我就即刻忍唔住就拿翻第一期開始睇啦。是是好睇嘅嘢，係咪都係有一個第一期都有呢個畫面？係啊，所以你即刻就會好懷念啊！我又要睇啊，懷念一下啦，啱啱先懷念完，係就立即就再懷念一下，係啦。42期喎，但係跟住仲要42期嘅單行本喎，由佢細打到佢大喎，打到有仔喎，係由搞笑片都唔搞笑，變咗打片，係啊，由戰鬥力得五打到幾億喎，係咯，黐緊線，即係但係好睇嘅就會係咁啦。但係呢出戲咧，真係又奠定咗一樣嘢，就係啱啱。在節目前跟阿星講傾下偈嘅時候，佢又俾到個意見就係、是，呢出戲就係、是，亦雖則話絕不可以劇透，但係當佢劇透咗嘅時候，其實有另外一種閱讀嘅方法，係有第二個方式佢去睇下呢出戲點樣，係啦，係啦，咁好似賣咗好耐瓜子咁樣。瓜子係啊，係啊，賣咗好耐，賣幾年係咯。咁其實咧，呢出戲咧就係鬼眼。我喺《百鬼夜吟谷》嗰度咧都出咗個預告圖，就係成出戲嘅金句係咩啊？就係嗰個AI 仔，就嗰人工智能係佢拍噶嘛？嗰個 AI 僆仔係咩？我唔記得咗。係啊 ，AI 嗰個人嗰出話史提芬史畢寶嗰出話嚇係佢嚟噶嘛？咁我成日同我啲朋友都係咁噶嘛，將幾廿出嘢撈亂嚟一齊講。AI 仔咧就話 I see dead people 啊嘛，係係啊。咁而家興AI 嘛，咁我咪賴翻佢 AI 啦。亦都另外一個原因，點解會講呢出戲咧？就因為布斯維利士啊嘛。咁最近布斯維利士就話佢失智症啊嘛，即係確定咗失智症。確定咗啦。係啦。咁所以不如就講下佢啦。而且呢出戲即係最奠定咗一樣嘢，就係何謂不可以劇透咧？但係其實出戲即係如果只要你睇嘅話，其實出戲係都講得好白㗎嚇。其實佢由頭到尾，而家就劇透咩？有冇先？呢套叫咩话？鬼眼有边个未睇过？可以打我一字。系啦，仲未睇过嘅话，你可以或者你睇完翻嚟再睇我哋第二支。系咯，系咯。
我都是昨天看的、我想說我到現在都沒看你都沒看、但中間的片段就、斷斷續續看過一下的、我都是昨天第一次接觸我沒有一次過一氣看完尾的。咁其實佢一開始咧就講佢阿布斯維利士同佢老婆喺屋企咧，就突然間遇到個犯人啦，即係兇徒啦。嗯。嚇！突然間個兇徒喺度，然之後咧同佢講咗啲關於原來佢係佢以前嘅叫病人係咯個案啦，病人啦，因為布斯維利士係一個心理學家之類嘅嘢。定是精神科，總言之是治療人的東西，但是過去呢他就放棄了這個人，放棄了這個人，所以那個人呢就因為被放棄而來尋仇的、然後呢就開了槍射鳩低他、他就打了他的肚子一下，是的，咁嗰度咧就冇喺呢度咧就冇交代佢係生係死嘅，但係跟住個劇情咧、就係講到阿布斯韋利士咧就一年之後係啦，發現有一個病例個案，好似呢個人，係僆仔嚟嘅，咁佢就想幫翻呢個僆仔，希望唔好再好似之前呢個兇徒咁樣翻嚟。找他尋仇哦，咁樣嘅嚇，即係好似有啲經歷，但係跟住就重複嘅經歷，佢費事再重蹈覆轍，佢就所以去幫嗰個僆仔啦，係啦，仲要彌補啦，當係係啦，你可以咁講啊，彌補啦。咁然之後咧，中間咧就有啲佢就一路幫呢個僆仔啦，因為呢個僆仔咧喺學校咧就甚至乎喺屋企，其實都俾人哋覺得佢即係喺外國人嗰啲叫怪企啊，定係咩？即係怪雞嗰啲人，怪胎係咯，怪胎啊，怪嚇、即係發啊，唔知係啲咩啦。總言之係異於常人嘅細路仔啦，咁樣咁就會學校俾人杯葛咗嚇，俾人杯葛啊、欺凌啊嗰啲咁啦，佢都會俾同學蝦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咁呢啲又蝦嘅時候咧。又不會跟別人說的，又會收收埋埋，家人又不說，那他就好像來這裡輔導這個年輕人一樣、同一時間呢、布斯韋利士呢就、同時間呢就感覺遇上、一直很關注這個小孩的時候呢，就好像、老婆就覺得他、疏落佢咁啦，我冷落咗个老婆啦，系啦，好似冇理佢咁样，嗯吓，咁个老婆就经常喺屋企好伤心，系，咁然之后咧去到咁上下咧，嗰、那个被佢即系跟进紧嗰个细路仔咧，即系 AI 仔啦，你都叫 AI 仔啦，AI 仔就问佢一句问题，就话其实你认为如果一個死人咧，翻到嚟揾，如果一個死人翻到嚟揾一個生嘅人，佢有咩用意噶？嗯，嚇、啊，曾經已經喺度好早已經又咁問喺教堂度啊嘛。係，哦，咁早問噶啦。係啊，但佢問邊個？問布斯。問布斯韋利士。哦，但 AI 仔問嘅。是啊是啊，咁布斯韋利士點答？佢唔識答佢。OK OK， 因為佢係醫生啊嘛，唔識。係啦係，然之後過咗一段時間，佢呢個 AI 仔仲係冇乜好轉啦，即係嗰個心理狀態啊嗰啲嘢。咁然之後一次仲話佢冇得救添啊。係啊，去到越來越嚴重。咁然之後咧，布斯韋利士再在正佢床邊嗰度問問佢點解發生會發生成咁？咁然之後咧，好似喺嗰陣時咧，佢亦都有答到，終於答到佢個答案，就係你曾經未問過，如果個死人翻到嚟會做乜嘢？係就想揾翻啲能夠自己補償嘅嘢。呢個係邊個答嘅？係布斯韋利士答翻個僆仔嘅。哦，答翻 AI 仔嘅。係啦。咁然之後個僆仔就同佢講：，既然係咁，我信得過你啦。嗯，因為佢其實一路都覺得可能係有啲懷疑啊嗰啲嘢咁樣。
然之後同佢講，我其實睇到死人。I see dead people. I see dead people. 係，嗰個就係你啦，其實。你翻嚟，然之後佢喺嗰陣時未講嘅。佢跟住第二句就話：咁你翻嚟揾我，其實為咗補償啲乜啊嘛？嗯。其實條橋真係好撚勁嘅，你咁睇。即係其實佢營造到成件事，阿布斯女士、韋利士係未死嘅。嗱，頭先我透露過嗰個佢一年後開始跟進呢個個案咧，其實係冇接觸過其他人，佢屋企人啊嗰啲咧都唔知有個咁嘅人跟住佢，而 AI 仔係入喺某啲畫面嗰度咧係表現知道。佢又嚟咗啦，咁樣，但係其他人係唔在場，而佢覺得布斯韋利士覺得自己同佢老婆有惡劣關係啊，其實佢老婆好愛佢，好掛住佢，成日見到佢喊嘅時候，只不過掛住佢。哦，咁樣，因為佢已經死咗，係，佢仲成日。成日布斯韋士成日有即係有啲場合係佢翻屋企噶嘛，係啊係，跟住佢老婆就喺度睇電視唔理佢啦，係啊，咁但係佢老婆睇嗰啲電視都係佢一啲佢哋結婚嘅片段，係啊，其實係佢冇留意到佢即係睇緊啲乜㗎，即係其實佢有嘅，佢知嘅嚇，但係佢唔理佢咯，即係覺得佢唔理佢咯，係啊，呢個咧即係成套戲係調翻轉係個男人唔知自己死咗。啊，梗係啦，所以就係個劇透就係話，你唔可以知佢係鬼魂咯，係咯，係啊。但係啱啱同阿星講咧，佢就話就係透露到就係話，嗯，即係套戲最尾就最尾先講嘅套戲。唔係，其實佢接近係咯係咯係咯，到最尾個樓價位開股啦，但係中間梗係有好多牽涉嚇，好多牽涉都係覺得佢未死嘅，喂佢未死嚇，唔係話佢死咗。但其實他一開始已經講他死了的了，其實他射中他那槍，他只不過沒有說他生還是死，這裡是懸疑的，是，但是我看了兩看我已經覺得他是死了的了其實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影響的，其實 我相信他其實已經死了的，其實因為 我是被劇透了之後才看的，是的，這麼多年嘛，是的，但是我又覺得如果即我幻想自己如果我沒有被人劇透，其實我應該就看不出的，我可能要去到後半 part 先開始質疑啊、諗啊，先諗到咯，就應該冇咁快就諗到。嗯，即係我應該係會俾佢帶住咗嘅呢部電影。咁而你講嘅就係睇到佢啲細，就會留意到佢啲細節。係因為我俾人劇透咗嘛，咁我就講到好慘咁喎。我就睇嘅時候就特別留意佢。啊！呢個位究竟即係點樣話俾你聽？佢死咗啊，或者可能其他嗰啲其他啲角色究竟有咩反應？因為其他角色係見佢唔到噶嘛，見唔到布斯韋士噶嘛。係係啦，咁啊就睇下其他角色有咩反應。嗰啲演技係啊，即係其實即係劇透咗要睇演技嘅喎，就好好睇。我就覺得好睇，哇！勁喎呢班人咁樣係係咯，即係或者係唔好話演員勁，可能導演啊嗰啲，即係諗到咁樣呈現得到個狀況，我都覺得哇勁喎咁樣咯。嚇！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所謂絕不能劇透嘅一出個開始咧，呢出戲帶動咗就係。咁其他嗰啲戲講到一劇透就破壞曬，其實劇透死全家咁啊。係咯，鬼眼就做到，就算你劇透咗，都係好精彩嘅一出戲。嗯。所以。根本上不存在劇不劇透死不死全家的問題，如果劇透死得全家，你看那個都很弱，或者拍那個真的很弱，那出戲是我只能夠有個這樣的結論、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原諒太子了，是 啊， 是啊不是，其實他現在就算是現在即你真的像你說真抽水這樣說，回想起翻太子講魏家輝喎，係咯，如果對比你一講翻係大亨講神探大戰，你唔覺得佢有劇透過啊？其實又或者劇透咗都冇嘢啊？嗯，唔係喎，唔係啊，我意思你唔覺得太子有劇透過啲咩啊？係啊，佢講完都唔記得。原來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有些不是，因為他說的我都沒有看，是啊，是啊，是啊，
但大亨講完你就走咗去台灣，有個導讀完之後翻去睇啊，哇！呢套戲咁撚好睇啊！其實係咯，如果我呢個題外話少少，我其實一睇我就已經知係丁蟹嚟㗎啦。嗯，咁你睇你有研究開，係咯，有研究開嘅話，你一睇就知嗰個人物原型係咩人。嗯，我第一時間睇完，我都喺 Facebook 出係方展博演丁蟹啊嘛。你是研究的嘛，是的，你是另一回事，我們是普通觀眾而已。那拉回頭，因為講的始終都是講鬼，那即鬼眼其實都可能需要有個導讀、兩方面啦，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可能將來都會有些戲會講的，但是、這個類似的題材其實、都很有趣，即講見到鬼，即第時再長談就係、是或者會講見鬼啊、見鬼一、見鬼二啊。嗯。有可，但係我覺得都可以歸類咗嚟比較一下先啦。嗱，依個咧見鬼即係中文係見鬼，唔係中文係鬼眼。鬼眼。嚇、就講其實見鬼嗰個唔係主角嚟啊嘛，即係嗰個鬼先係主角嚟嘅。係佢係。主鬼嚟噶嘛，其實個主角係鬼，係啦，係啦，主角係鬼嚟噶嘛，咁佢對住個對象係人嚟噶嘛，其實呢個敘事角度係好有趣嘅，的而且確。嗯，但係有冇啲類似嘅戲咧？見鬼係調翻轉咯，但係如果講以鬼嘅角度咧，其實靈氣逼人。哦，靈氣逼人。靈氣逼人嘅嗰首歌都係夜夜痴纏，用鬼嘅角度嘅。夜夜痴纏係講只女鬼嘅角度去描述佢同呢個男主角嗰、那個嗰樣嘢噶嘛。嚇、啊！即係意思係咁。但係鬼眼又唔同靈氣逼人喎，嗰、那個感覺。唔同嗰、那個，因為嗰、那個靈氣逼人就係講只都係紅衣女鬼啦，夾籠咁講。嗯那個心態怎樣回來復仇、啊、其實、當然如果你看過靈氣逼人他就沒那麼第一身的，是的，但是鬼眼就很第一身的、啊、是的，鬼眼就很第一身，還有他又不知道自己死了的、嗯、是的、不知道自己死了這個角度也是、很中陰身、啊即是很華人社會，可能對外國人來說更加刺激啊！係啊，我都覺得，我覺得如果你代入到布斯維士嗰個感覺咧，其實佢咪啲場口飛來飛去，即係可能翻完屋企咧，跟住第二朝就去咗揾個僆仔。係 啊, 啊，即係其實可能鬼嘅生活就係咁啊，佢冇中間嗰條路啊。係啊，即係好似有一幕佢係扭翻道門開門，但係開唔到門，即係揾鎖匙啊嘛。係啊，跟住一拍一拍冇咗鎖匙，跟住佢就落咗地牢啦。係啊，其實可能鬼嘅生活就係啊，係咁樣，即係佢想去邊佢就去邊，佢永遠都冇中間嗰、那個嗰啲位置。所以呢度都係比較少人提起㗎，其實、嗯、即係呢個好好華人世界嘅睇死後世界㗎。嗯，呢、这個都係，我都覺得係，即係覺得啲鬼可以一瞬就去咗第二度。唔係喺，即係佢就係只鬼，佢活喺自己想活喺嘅世界，即係佢想去邊，佢就嗰一刻就去咗邊。係啦，佢想翻屋企，即係好意識嘅，係好意識嘅靈魂嘅，即係佢好少搭車嘅，你見佢唔會。係啊，冇啊，佢突然間就喺個長凳嗰度坐喺度嘅啫嘛。係啊，係啊，然之後一係就坐咗喺人哋屋企噶啦。系啊，然之后再唔系就喺间餐厅嗰度睇捻住佢老婆啊。系啊，即系佢想去边就系啊，可以咁理解啊。吓、啊，然之后佢个描述就形成咗呢一种。吓吓吓，同埋最重要，即系外国人嘅鬼魂观唔系咁噶嘛。哦，个鬼魂观唔系，不可能，可能其实电影佢就一场场啫。咁、但系如果你代入。你睇嘅時候，你都可以覺得係一個剪接，但係其實佢都好呈現到嗰種嘅感覺嘅，其實，嗯，即係好呈現到鬼嘅存在嘅時候會點樣呢？不過你話齋可能係華人先睇到，唔知道鬼佬睇唔睇到依種感覺，因為我哋
係咯，還會有係啊，知道呢啲係啊，有陰界嚇，所謂中陰身咧，係誒嗰啲七七四十九日啊，之類之類啊嗰啲。但係鬼佬如果信天主教嗰啲係煉獄啊，係啊，就唔係直接落地獄噶嘛。嚇、啊！佢已經喺一個地方等待啦，係咯、啊，等待審判啊，咩都好。但我哋成日而家見到鬼佬拍到嗰啲。镜嗰啲叫咩啊？闭路电视嗰啲片嗰啲鬼系咁样出现嘅喎、哦，但佢又系冇意识嘅喎、哦，但系所以佢所以呢套戏嗰个拍法又好似唔同鬼佬佢哋见到嗰啲。你或者可以理解见鬼眼呢出戏都近二千年噶嘛？咁嗰阵时其实应该已经买咗午夜凶铃嘅、哦，可能就对亚洲嘅鬼片开始有啲接触。就開始有啲研究，亞洲點睇靈係啦，有啲影響啦咁樣咯，係咯，即係戚翁話齋外國嘅鬼魂觀啊，可能係呢啲咩 Gaspar 定係 Harry Potter， 真係唔知喎、啊，其實、就是、Harry Potter 嗰只又寫咗停留喺度。唔走噶嘛 ，Harry Potter 入邊故事嗰啲係近時嗰啲咩你可以理解或者再以前嗰啲叫捉鬼敢死隊啊嗰啲咯，係咯，完全唔同。嗱，你 Harry Potter 入邊嗰只鬼魂就嗰啲白雀係留咗喺個學校入邊唔走噶嘛，死咗被綁靈，但係嗰啲係好噶嘛，有好有唔好啦。好唔好唔平诶，冇得评论啦，系，但系留咗喺嗰度唔走吓，佢嗰个呈现啊，嗰样嘢咯，即系究竟系啲，但系佢系会俾你睇到噶嘛，俾所有人睇到噶嘛，吓，所以鬼眼嗰个灵魂嗰个呈现就几得意咯，会咁样去接触人，同埋过往即系始终鬼片都系会害人啦，我哋话斋，会有一个。但系唔系喎，鬼佬嘅鬼片多数系，我觉得似上身啊，或者恶魔啊嗰只多咯。所以佢亦都嗰个问题都系好关键噶，就系话如果一个死咗嘅人翻嚟，佢系为咩？为咩？呢个先系嗰套戏嘅重点。系啦，即系嗰个问题，然之后到佢解到个问题，答翻俾个僆仔嘅时候，究竟？然後其實佢係答緊佢自己啊嘛，因為佢亦都係為咗佢自己都係做緊呢樣嘢嚇，為咗補償佢先至翻嚟啫嘛。嚇、即係其實係答翻自己。係啊，咁佢同埋呢個咪好似就係即係嗰個秋翁話齋怨念啊，怨念嘅話就唔超生，佢就係有呢種嘅嘢個執著，佢想尋求個答案，得到到嘅時候，佢咪可以開掉咯。佢就可以走，係咯，係。係啦，呢個我覺得呢個位都係一個好華人。係咯，即係好華人世界嘅死後世界啦，應該咁講。所以好突破噶，其實即係唔係淨係話屌穿橋穿唔穿橋，其實探討下呢啲佢死全家，佢拍出嚟究竟嗰個鬼係點睇？其實都係好緊要，係因為呢個真係少人討論過。就算一般睇恐怖片，你都係唔會探究呢啲啊嘛。係啊，因為咁今日講其實佢又唔係好恐怖，我覺得嚇。其實不可能嗰個年代都係恐怖嘅。應該咁講，都係咁講。如果你唔係你係外國人嘅話，突然間又出去話你死咗嘅角度去睇咧。我覺得都幾恐怖嘅，但我哋睇又好似好恆常。我當佢劇情片咁睇，即係我依個年代依個氣氛就，但我又諗會當佢懸疑片，究竟佢跟住會點咧咁嗰只？但我覺得外國人睇嘅時候會震撼噶。都係嗱，你呢個係你覺得啫，要睇翻外國人點睇咧，我哋可以揾度揾下，係咯，嗰啲黑人問下嚇，唔係一定仲有好多嗰啲評價嗰啲噶嘛，係咯，咁佢再以前，就算好耐好耐啊，可能因為我見到 ghost 呢個字咧，我就諗起人鬼情未了，咁其實佢都有召喚個靈魂嘅。咁但係，係喎，有人鬼情未了嚇。嗰樣嘢就都冇咁大傷害，但係都冇好係咯，即係佢係知道佢死咗噶啦，互相都知道死咗嗰樣嘢啦。但係而家呢套鬼人係唔知自己死咗啊嘛。
最重要佢透露係咯，即係嗰樣中陰身嗰個狀態嚟㗎嘛，其實係咯咁樣。我仲有覺得，我仲有覺得。AI 仔其實嗰個角度都叫咗佢做 AI 仔都好好，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有陰陽眼嘅人。佢去到好後先至講俾佢阿媽聽嘅，夠膽。即係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有陰陽眼嘅人係咪真係咁樣過生活啦。但係可能有陣時候對住啲同學啊，又又唔講得，又想好安慰佢。即是又要講啲唔講啲咁樣。係啊係啊，佢都呈現到噶，因為我哋聽過近時啲聽眾好多都話齋，你見到都唔講啦。啊，就算依度少少預告，下個禮拜會訪問馬飛，馬飛都話佢同佢老婆都唔講噶啦。系，呢啲其实是有技巧的，系啊，嗰个僆仔系呈现到俾你睇，佢就冇讲俾佢老母知，因为佢老佢屋企啲嘢乱七八糟嘅时候，佢讲紧佢好似佢阿嫲定佢阿婆翻咗嚟啊嘛。系啊，嗰一幕就系佢阿妈行入去厕所摆低呢个嘢，跟住然后一出翻厅。就全部啲櫃桶打開曬，亂七八糟咁，佢發佢脾氣，你做乜嘢事？然咁啊 AI 仔唔驚嚇親佢啊嘛。係啊，佢其實佢阿媽嚇親嘅，佢就突然間佢就問 AI 仔咩事，然後跟住 AI 仔驚嚇親佢，佢就答佢話我揾可可脆片啫嘛，係我揾粟米片食啫嘛。但其實係。但應該就係有啲，佢係有講佢阿婆翻咗嚟，啊唔係，哦嗰個係另一個個耳環嗰件事嚟咯。係佢冇講咩事嘅，但係總之就應該係靈體嚟打開曬所有嘅櫃桶。係咯，係啦。但係嗱呢啲又要陰陽眼啲聽眾或者之前呢間，佢哋又更加有嗰個感受，係啦，有嗰個感受，同埋。可能表達到佢哋細個嗰陣咧，點樣同大人講嗰種無奈，所以佢咪就係 AI 仔就俾人當佢係怪胎，怪胎咯，係咯，即係因為其實佢可能就係有陣時明明見到隻鬼喺你兜口兜面，我又唔講得俾你聽，又唔講，我就閃閃縮縮啦，可能啲反話啊啲反應就即刻，佢又好驚，但係又好想講，係咯，係啊，佢有一幕又係嘅，咁即係其實啊嗰個 AI 仔個演技都。幾好喎，係我都覺得幾好，我覺得係，因為我未睇啊，我仲未睇，係啊，值得睇噶，始終都係睇佢哋啲演技喎，即係調翻轉，係啊，好勁噶 ，AI 仔又係有一幕咧，翻學啊嘛，老師問哦，你知唔知大家同學仔知唔知依座 building 以前係咩？哦，係啊，係啊，係啊，然後跟住嗰度好撚恐怖噶 ，AI 仔就係講哦，依度以前係刑場嚟嘅，係咯，咁老師話刑場你邊個話俾你聽？你唔好亂噏喎，依度以前依度係。法院嚟嘅啫，咁样法庭嚟嘅。然之后有一幕，佢同啲僆仔玩嗰度有个咧，有个鬼喺度，嗰度几恐怖噶，困捻咗佢入窿咧。系系啊，吓喺度啊，好捻，即系都有啲恐怖位噶，其实。不过即系嗰啲你觉得惊吓位啦，咁样讲。但系佢都系呈现到就系、是、阴阳眼先知嗰样嘢咯。系，我觉得呢个都写得一個 AI 仔依一段，即係你代入到佢嘅話，又覺得佢寫得好真實啊！係係係，佢竟然睇得穿呢間學校唔係啊咁簡單咁。係，因為好多鬼魂俾佢睇啊嘛。唔係啲老師俾知嘅歷史都唔係嗰回事咁。係啊，反而就佢知道所個真相。係啦係啦，幾勁！咁所以嗰啲老師更加覺得佢怪，喺度亂嚇亂咁嚇人咁，係咯咁樣。所以呢套戲嘅描寫得係好多細節位嘅，即係聽。係啊係啊，所以再重複一次，雖然話絕不能劇透嘅一套戲，但係劇透咗你都係會覺得好撚好睇，咁先至係高手啊嘛。嚇、啊，電影就係咁樣先至叫高手啊嘛。系啦，咁今集所以呢個就係你嘅十大係啦嘅其中之一，係啦，即係都有好開闊性啦。即係跟住啲成日話劇透嗰啲，我都係好不滿。有乜嘢戲唔劇透得咧？嗯，所以太子冇事嘅，係啊，冇事冇事，都係得翻呢個。係啦，係啦，係啦，仲多人入場睇啊！而家都仲入緊，係啦。好，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你头先剧透咗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剧透咗啦。下个礼拜请马飞过嚟一齐讲佢本新书嘅。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